刘邦义说他很幸运，早年纵江经营碾米厂都有赚到钱，后来经营戏院及休息站。我为了讲电影一挂，我过年当年过年，我都是要举办唱安都着。去年是一个人一到位啊，一二十二个。我今年我要加一个一罐油，我讲会到，我来做会到。他心有余力，对地方的贡献很大，真的是模范老人，实至名归。不要啦，不要。咱人生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就是看得开。啊，身体那你听讲，健康就是咱的幸福，健康就是咱的快乐。由于造访在哥斯达黎加服务的女婿刘邦义接触到造船事业，近年回归成功平淡的生活，做爱心服务社会。